关系，这是一片性情豪放、生机勃勃的土地。这里的关西大学朝气蓬勃，充满活力。这里曾经培养出多位体育名将，在奥运会这一世界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上崭露头角。在他们的引领之下，关西大学走过今天，走向明天，走在世界的最前端。你想移民到美国，希望通过 EB-5 政策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，但你可能对怎么去美国有一些问题要问，比如我需要会读写英文吗？我需要以前有经商经验或教育背景吗？不需要。你申请 EB-5 签证不需要精通英文，你不需要具备经商经验或教育背景。由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主办的台北国际礼品暨文具展将于2013年4月24号到27号于台北世贸中心展览艺馆隆重举行。台湾伴手礼名品展特别因应日趋多元化的送礼潮流，将台湾优质及特色的伴手礼商品规划了实在美味、在地礼赞、潮设计、新坎礼等伴手礼区，将吸引国内外大企业采购者与消费者前来参观，欢迎有意参展的会员、厂商踊跃报名与支持。